去吊顶要搭电梯。对啊，有太阳就可以了啊。哇，又看到鱼了，好多。满满的鱼。那整条黑色的都是鱼。哦，这里面也是啊，里面好多。好吧，准备一下。摇车轮，配一个单钩，摇圈，钓饵，鸡胸肉，要先剪一些吗？下去再剪吧。好。都是鱼，超多的。有点恶心。超多鱼。哦，肌肉钓法。咬了，好像活口。哎，不是，是什么鱼？啊，好像是哦，头闪哦。哦，第一竿就有。啊，头闪，对，没错，来了来了。啊啊！这次还没有很大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。战斗力真的不好。对啊。哈，第一竿就有了。进得去吗？好，哎、欸，没进去。你把网带先用好，网带先用好。好。哎，网破了！啊，是哦，穿出来，好，算了，那要直接。网子原本就要坏掉了，它太重了。
第一次就破掉，不就算了。这支杖大概60而已。好，冲头闪，然后聪明，还会转动。啊，没，之前我记得没有。哦，中！啊，还有个实力，他是有。有认真哎、欸、不对、欸、不是哎、欸、这也蛮有力的，吃鸡肉的火口，哇、哦、很大只啊，好像比鸡肉盒还大啊，哇马上咬，不要浪费时间玩那个。吐司音是马上咬的。捏不住，卡住了吗？对，又进那个缝，又进洞里了。对啊，不过这个还好，这应该会出来。这些水又没办法洗。对啊，洗的手指烂掉，是可以的。还在沉的时候就咬着，什么火口哎、欸？还在沉的时候就咬住了。哇，这只好像又再大一点点了。好大。对啊。这样会太大块啊？不会啊，是吧、啊？钓到又怎么好？是吗？好像不是活口、哦、啊，不是。刹不住了。上来，哎，一样大的，大概60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你说吧。感觉那个脑袋在自寻死路，你知道
子龙翻滚。OK， 对。OK， 脱钩。虎口那么多啊，好像有点比之前还多哎、欸。是吗？哎、欸，虎口。因为吃的太沙了。我可能。哈哈，刹不住，刹不住，都打到我的刀子，高腰，哎呀！瞬间冲出去很爽哎、欸！手还破皮。我应该拿钱好了来玩。有比较大吗？像一点点，好像不会拉不久，那很高好的。有大，跟你那也大一滴滴。哦，有比较大。我有啊，大。起来！一直想钻到石头里面。抬不起来。好弯啊。哎，八十哦。八十公分。好。没起来，还没起来啊！等他没力再起。蛮大的耶。大了点。对啊，越大越恶心。啊，嘴角而已。乖乖的，不要动。好，回家。中了啦，这就是了吧？对啦，是。啊！啊！他游他的，他要游到那个洞里面的。好像差不多，不冲是还好，但冲起来就很累。哇哇！来了来了，大一点的，大一点点呐、啊。应该七十哦，七十公分。那没力再接。
跟蛇一样。好，没力了。你好，下去吗？给你。也不就断了。断掉，好，断掉就算。空钩正吃、欸，不钩鱼啊。空钩它也吃。哦。OK， 这样就稳了。下面有电池，电池是我的生命。太贵了。一颗600。我里面有，还要加盒子，盒子也很贵。玩金钩钓法，一个浮标，空钩，断，断掉，断，对啊，我看不好。中了，对啊，没有力，正吃而已。是活口吗？活口，好，我等就提起来，要不然就直接提起来，让它不要吃到钩。它好像有泡泡哎、欸。哎、啊，不是，队友就知道，对啊，有泡泡啊，我就在等它，因为我是看有泡泡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起来，我就想要应该是投闪的。有投闪。等到了哈。因人而异。哈哈，这应该40左右而已，40-50。哦，还是有力。对啊，还是比活口有数。对啊。哇哇哇！我觉得超恶心。回来。回来。有啊，60了。它比较瘦而已。啊、哦，手好酸哦。回头一下，还不上来，好、哦，没力了，没力，续航力比较久。
每个缝里面都是鱼。